大家好，我是刘嘉玲。最近大家都知道我在欧洲工作兼旅游，可是呢，我忘了带一件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东西。重要的东西要讲三遍。什么东西这么重要？我要麻烦我的朋友特地从香港寄过来这里。什么呢？噔噔噔噔，就是这一块富勒烯蛋白灯泡机面膜。这个面膜有多好呢？只要你按十分钟，再配合独创的微囊爆破按压提拉手法八分钟，你立刻会变得通透美白，而且鼻子脸超上镜，而且滋润贴妆基本不用化